让我解释呀？不嗯，然全公司都传我们的八卦，会误会我们的关系的。误会就误会。赶紧让小可回去，我要去洗手间。小哥，多喝点水。是你不回消息的，别怪我。老板电话，赶紧接啊！你再把老板电话给挂了，老板周末打电话，肯定没好事，不能接。也对，像他这种性格恶劣、脾气又差、工作严苛、PPT 不能超过三种颜色、还不能容忍错别字的老板，周末还要劳烦员工，真是累人。小可，嗯，其实我觉得老板他还是你，老板太恶劣了，只要他在办公室，公司就是地狱，特别是小可，我觉得老板还是有很多优点的嘛。优点，他比我们赚的多是他唯一的优点吧。我跟你说啊，小可，我觉得你要不先走吧，我以后还有点事儿，我下次再叫你来玩啊。我还想跟你一起吃午饭呢。别，玉星锤。老板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老板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保密的。那就好。小可，不是你想的那样的。玉星锤，我等着。老板，你干嘛不解释啊？这下好了，误会大了。我给你发消息了，你不回，我还给你打电话了呢，你直接给我挂了。我想上厕所，我有什么办法？我只能出来。那你让我解释呀，不然全公司都传我们的八卦，会误会我们的关系的。误会就误会。合租和同居有什么区别啊？是个人都不会信。那也要解释，不能默认呐。对不起啊，合同的事儿是我过度揣测了。小心点，小心点啊！小心了，前面！哎，好了。嗯，哎，不是，这就好了。老板，那个展板它是这么倒的，你怎么会伤到手背呢？